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吴志秀，欢迎收看日文二的节目。那么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快乐学习日语。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七课 A 高 mini 伊 Kimas 这个日文动作目的的这个用法。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一课的单字。那么请同学们跟着邱老师来练习。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邱琪曼。时间过得很快，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我们又再度见面。那我们今天学习的课程呢，内容比较简单啊、呃，单字也比较少，所以呢，建议同学们利用这个空档，好好的把单字多背一点，因为单字就是力量。那接下来呢，就请同学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单字。阿斗阿斗。映画。 映画「買い物買い物」空港「空港空港」「コンサートコンサート」実「実実」「しゃ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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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 資料。弁当、弁当。遊びます、遊びます。泳ぎます、泳ぎます。返します、返します。借ります、借ります。 探します。探します。迎えます。迎えます。戻ります。戻ります。ます以上是這一課的單字。好，那麼謝謝邱老師帶我們練習這個單字。<laughs>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來學習的是我們這一課的句型跟文法。 那么在课程当中，我们呃邀请啊邱老师跟我们一起练习 Q 先生。好，那我们这一个讲次主要学习的项目是动作目的的一个表达的方式。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句型一，アスタバトモダキドエガオミニイキマス的这个用法。那么在这个例句当中呢，这个ト表示共同的行为者，也就是一起做这个事情的人。 我们来看例句。恋山都食ご飯します，和林小姐一起用餐。友達と映画を見ます，和朋友一起看电影。家族と音楽を聴きます，和家人一起听音乐。友達と日本へ行きました，和朋友去了日本。所以这里的と表示共事者的用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这个学习项目的动作目的的这个表达方式。那么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是，呃，在句子里面呢，它需要用到两个动词。那么第二个动词的话，必须是移动性的动词，譬如说像 ikimas、kimas、kaimimas、m o o i m a s 那这个 modolimas 的意思就是指折回来、回到原点的意思用法。好，那么它的话呢，必须要把动词的 mas u, 把 mas 去掉。 换成动作目的的这个格助词呢，然后在后面再加上第二个呃动词，也就是这个移动性动词。譬如说，あそびます，那么变成 aso b び加上动作目的的呢，再加上移动性动词行 m ます或者是来ます。ほんをかえします，好就变成 o んを开え加上呢，加上行 m ます或者是 m ます的用法。 好，那我们来做这个练习。映画見ます、行きます。好，那么套到这个句型里面来，会变成映画を見に行きます，去看电影。本借ります、行きます。好，会变成本を借りに行きます，去借书。本を貸します、行きます。你会变成。 本を返しに行きます。去还书。弁当を買います。イキます。那会变成。弁当を買いに行きます。去买便当。ご飯を食べます。イキます。好，会变成。ご飯を食べに行きます。去吃饭。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句型。这个我们讲到的是一个场所。那 A。 然后再加上动作目的的呢，然后再加上后面移动性的呃 ikimasu 或者是 kimasu 等等这些动词的话呢，这个地方请同学特别留意，就是呃地点要用 a 表示去的方向，它应该是它搭配后面的 ikimasu 跟 kimasu 来的。那我们来看这个例句，私はコンビニ A メド開にきます。我要去这个便利商店去做什么呢？去的目的是去买便当，所以这个地方这个 KOMINI A 这个地方是用 A，因为是搭配后面的 i k i m s 这个移动性的动词。图书馆吧，图书馆诶，帮我开离呢 i k i m s 这个藤堂同学呢，啊，他要去图书馆，去做什么呢？去借书。所以他的目的是去借书。明日新留下影个课就诶，见个新哩 i k i m s 明天这个新进的员工。 要来工厂来的目的是来参观这个 k g a g u s 那么要把 mas 换成啊、呃、移动性的这个呃目的的这个 n 变成 k g a g u k m s 好，那我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目的的，还有搭配这个场所 a 的这个练习。便局、m k i m s 好，那么句子会变成 去邮局去寄信，所以去的目的是去。テガミを出し、出しに行きます。去的目的是去寄信。空港友達を迎えます、行きます。那么会变成空港へ友達を迎えに行きます。去机场去接朋友，所以我的目的是去。友達を迎えに行きます，是去迎接朋友。図書館本を開きます。 行きます。好，那么会变成图书馆的。ほんを返しにきます。好，去图书馆，去的目的是去还书。ほんを返しにきます。这是我去的动作的目的。好，那我们刚才学到的是呃动作目的的这个呢的这个用法，后面要搭配的是移动性的动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第二个句型。来週の日曜日に家で遊びに来ませんか？ 这个キマセンか的这个用法，那这个是否定疑问句，那么用来表示邀约，表示下个礼拜天要不要到我家里来玩呢？这样遊びに这个に一样表示是动作的目的的用法。那我们来做这个练习。私の家遊びます、キマます。好，那么改成マセン的这个邀约的这个用法的话，会变成私の家遊びにキマセンか。要不要到我的家里来玩呢？ プール、およぎます、いきます、は、なたはんちゃん、まにか、で、ンフプール、およぎにいきませんか要不要去ゅうちょけヨンプールへ、へよぎに、ちょにいやんすべあ、どんちょもり、おちゅうちレストラン、お鍋食べます、いきます、那么会变成レストラン、へお鍋を食べに行きませんか 要不要去餐厅去吃火锅呢？好，一样这个 A 表示去的方向的场所。哦，那边有，那边你去嘛？先噶，那个那边你这个你一样表示动作的目的。一起去嘛？先噶，用来表示邀约，要不要一起去呢的意思？图书馆，西六，萨加西马斯，一起去嘛？斯，好，那么句型会变成。图书馆诶，西六，萨加西尼，去嘛？先噶，好，要不要去图书馆？ 去啊、呃、找寻资料呢，所以这个“西流沙嘎西玛斯就是表示找资料的意思。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来做这样子的综合练习。 刚才在句型里面，我们学到的是，呃，这个动作目的的 need 用法，加上移动性动词。那么另外还有它搭配的是 m u s e n g a 这个邀约的用法。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第三个句型。昨日图书馆的勉強に行き昨天我去了图书馆的，这个去的目的要去读书，这个地方把它改成过去式的用法。好，那么这个地方勉強する。 这个“べんきょうします”它就是一个三行的活用动词。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直接把这个“をします”或者是“します”去掉。那么在这个动作性的名词的后面呢，加上表示这个动作目的的这个格助词“呢，然后再加后面的移动性动词“行きます”或者是“きます”，这样就可以了。譬如说，“べんきょうします”或者是“べんきょうします”，那就变成“べんきょうに行きます”或者是“きます”。 window 或者 window 就变成 window ni 或者是西马斯。好，那么这里讲到的就是这个三行动词的话，啊、呃，如果 mango 就变成 m 強 n g y o ni k i m a s 那如果说 m 強 n g o s i m a 的话呢？那其实这个 m 強 n g o s i ni” 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比较绕口，所以我们都希望同学们在三行动词的时候，直接用动作性名词加上这个动作目的的 “ni”，再加上移动性动词。好，那我们来做练习。图書館 m 強 n g o ikimas”，那么会变成“囗書館诶 m e n g o ni k i m a s h t a 好，去了图书馆去读书了。

食堂へ、食事に行きました。去了餐厅去用用餐。公園散歩行きます。会变成。公園へ散歩にイキマシた。好，去公园去散步。好，那么以上我们讲到的就是沙行动词的话，呃，它直接可以用动作性的名词加上你」，再加上移动性动词来表示这个动作的目的，呃，这样子是最简单的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第四个句型。 托木大基诺嘎的孔萨多嘎阿里玛斯，在朋友的学校里面有这个音乐会。那么，这里我们要学习到的是，这个句子里面的这个助词 d 是指音乐会发生或者是举行的这个场所。那么，它跟我们以前学过的“场所呢”、“东西嘎阿里玛斯”的这个“呢”表示这个东西所在位置的用法是不相同的，因为这个 “de” 有表示动态的意思，有发生或者是举行、举办的这个用法。 那我们来看例句。三階で夏物のバーゲンセールがあります。在三楼呢，在举办这个呃夏装的这个特賣会。今晩、学校でクリスマスパーティーがあります。今天晚上在学校要举办这个圣诞的派对。昨日、街で火事がありました。昨天在镇上呢，发生了火灾了。 好，那么这里讲到这是这个 day 的用法，所以同学们不要以为说这个 day 就是表示场所，那就跟我们前学过的这个场所 n e 的这个 ni 的用法会搞混了。所以这个地方的 day 它也表示有动态的意思，表示有动作发生或者是举办、举行的意思。那么这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课的句型跟文法。那么希望同学们跟着我们的呃教科书里面的一个文法说明，还有例句，呃把单字呃记熟了，把这个文法学会了，那么多多的练习，那么自然就变得很熟练了。 那么接下来要来看的是我们这一刻的呃生活的短剧的部分。那这个短剧呢，啊，他是在打电话，这个阿武邀请这个密货商要去吃饭了。那可是这个密货商要去机场去接朋友。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绘画的 VCR。一緒に食事に行きませんか？ すみません今から空港へ行きます何をしに行きますか友達を迎えに行きます今日日本から友達が来ますそうですかじゃあ明日は時間がありますかありますよ、ええ、実は明日学校でコンサートがあります聞きに行きませんか、ええ、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好那么看我 VCR 那么、嗯、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绘画里面的文法，还有它的意思的说明。一緒に食う時に、這個、一緒に表示是一起的用法。食う時に一緒に这个食う時它是一个三行的动词，就变成一个动作性名词，加上这个动作的目的的你，后面加上一緒に表示邀约的用法，所以它意思就是说，要不要一起去用餐呢？すみません。 今まから Google へ行きます。对不起，我现在呢要去机场。今まから这个“から”表、这、示、个、起点的用法，我现在就要去机场了。何に有しに行きますか？那么你要去做什么呢？那这个地方呢？何に有しますか？这、那个“します”把“ます”的地拿掉，换成动作名词、动作目的的这个“に”的用法。何に有しに行きますか？你要去做什么呢？ 托モダキオムガエにイキマス，呃，我要去接朋友。那这个地方呢，托モダキオムガエマス是迎接朋友的意思。那么把マス换掉，变成托モダキオムガエ。ムガ后面加上动作目的的这个に，后面加上移动性动词イキマス，表示我去的目的是我要去迎接朋友。今日日本からトモダキが来ます。那么今天呢，从日本呢，我的朋友来了。他的意思就是。 呃，朋友从日本来的意思。你ホ卡拉这个卡拉一样表示的是起点用法。从日本，呃，我的朋友来了。そうですか。じゃあ明日は時間がありますか？哦，是这样子的哦。所以这个そうですか，那、這个口气要往下掉，表示哦，原来如此，我知道了。じゃ、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明日は時間がありますか？那明天有没有时间呢？時間がありますか？我们在邀约人家问，哎、欸，明天有没有空呢？的意思。

那这里这个で我们学习过的这个 day 表示，呃，这个发生的场所在什么地方？在学校有个音乐会。空撒都是指音乐会，所以这个 day 是指的是就是有发生的或者是举办的这个 day 的这个用法。き a にいき i せんか？ききます把ます换成动作目的的呢？iki m a s e n ん a 那么又出现了这个 e n ん a 表示很委婉的来邀约的意思，要不要去听呢？哎。 意思是呢，好啊，一起吧 s h o 好啊，那我们就一起去吧。这个 s h l l 表示劝诱的用法，表示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吧的意思。好，那么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一课所学习到的一个句型的一个运用。所以学习到的是动作目的的这个 “need” 用法。那么另外还有 “masenga” 表示邀约的意思用法。所以请同学们要注意一下这样子一个一个语言的表现的习惯。所以用否定疑问句来表示邀约，“ikimasenga” 要不要一起去呢？的这些用法。 那么，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们一起多做练习几次。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尽量在啊日常生活里面来运用。好，那么现在请同学们跟着邱老师来练习一次，这样，なさん一緒に多走。好，各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练习，“一緒に小事に行きませんか？一緒に食事に行きま 今から空港へ行きます今から空港へ行きます何をしに行きますか何をしに行きますか友達を迎えに行きます友達を迎えに行きます今日日本から友達が来ます今日日本から友達が来ます そうですかそうですかじゃあ明日は時間がありますかじゃあ明日は時間がありますかありますよありますよ実は明日学校でコンサートがあります実は明日学校でコンサートがあります 聞きに行きませんか聞ききに行きませんか、ええ、いいですね。え行、えいいね、きましょう。行きましょう。好、那須下の剧情跟文法、还有我音绘画の部分。好、那么休息一下、等一下、お一次 VCR 那么为了加深同学皆さんと一緒に一緒に食事に行きませんかすみません。今から空港へ行きます。何をしに行きますか友達を迎えに行きます。今日、日本から友達が来ます。そうですか。 じゃあ明日は時間がありますかありますよ。ええ、実は明日は学校でコンサートがあります。聞きに行きませんかええ、いいですね。行きましょう。好同学们と練習得很好那么请同学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要多々多来学習、毎学習をして、毎年学習をして、私たちは学習をして、みなさん、頑張ってください。私たちは皆さ要加油 那么接下来是，你知道吗？People in Japan 的单元，那么欢迎蔡清玉蔡老师。みなこんにちは，我是小玉老师，田先生，跟你一起了解真正的日本人。你知道吗？ 很多日本女生让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几乎每个人都对于结婚这件事情有非常浪漫的憧憬。像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社团 i s a c 国际经济商管学生会，碰到里面的女生，在经济领袖会议上，她们都是出自于日本一流的名校的佼佼者。这些人头脑聪明，资质优异。 来自东京的大学、京都大学、庆应大学，或者是早稻田大学，可以说是金字塔顶端的精英。照理来说，他们应该是充满野心和抱负的。当我问他们将来想走哪一行的时候，他们会通常先回答外务省、三菱商事，或者是想当大学教授。但是最后总是会再加上一句。 好想赶快结婚哦！哎呀，真是枉费父母辛辛苦苦栽培到这么大，怎么说这么没有志气的话呢？放弃大好的前途，步入家庭生活，那不就太平凡可惜了吗？难道是年轻不懂事？毕业之后，我在东京的外商广告公司工作，负责知名全球品牌的电视和杂志的广告。 身旁的女性同事不但学历高，而且许多都是所谓的 “kikoku shijo” 归国子女。“kikoku shijo” 指的是从小便跟着爸爸的工作在国外长大的小孩。他们不仅喝的是洋墨水，有的喝的还是羊奶水呢。这些人的思想当然会比一般的日本女生、土生土长的他们来得更开放、自由。 但是让我惊讶不已的，也会常常听到他们说：“哈亚可给公司大呢，好想赶快结婚哦，不想再当败犬了。”最后，我终于归纳出一个结论来：日本女人，不论是花样年华的大学生，还是黄金熟女，大家都很想结婚，结不成婚的，竟然会沦为狗狗辈。 而且还是输了的狗狗。日本女生在决定要结婚的时候，便会马上辞职。因此，有一个特别的词来形容，叫做 “kotobuki t a i s a 这里的“瘦指的并不是长寿的意思。如果我们用中文思考，很可能会误会成是人老了要退休。 Kodobuki 这边指的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一旦决定要步入红毯，日本的女生会全心全意都把她的心思放在要准备结婚的事情身上，而且心甘情愿的放弃高薪，专心的步入以丈夫和孩子为主的家庭生活。因此，日本的小朋友大部分都是妈妈自己带的。 不会像是台湾会有阿公阿妈来帮忙带小孩，让年轻夫妇出去赚钱。算起来，日本女人真的好厉害，家事一包照，天天煮三餐，不像我们台湾到处都可以包便当，又可以请保姆带小孩，到处也都是幼稚园、安亲班，连头发都可以到美容院去洗。 日本贤惠的太太们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而且不能够随随便便，家里必须打扫得井然有序，到处闪闪亮亮。这样的情形下，唯一的选择就只有放弃工作和事业了。阿基拉梅鲁西甘奈的意思呢？这一点我很庆幸自己是身为台湾的扎波郎，日本女人的规范是套不到我身上的。 台湾的女人是自由幸福的。我是小玉老师，汤妈江先生，我们下次见。みなさまごきげんよう。好，那么最后是怀念歌曲的单元。今天我们要来欣赏的是《旅愁》。l c h u 欢迎国芬老师的演唱，还有国芬老师的解说。 皆さんお元気ですか今日の歌は旅集です原曲はジョン・ピー・オードウェイによる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家と母を夢見てという楽曲です2007年平成19年に日本歌100選の1曲に選ばれました歌の中の主人公は故郷を離れ 見知らぬ土地で一人暮らしているようですまた故郷にいる両親のことを思い夢に見るのは故郷の道を家へ帰る様子です歌詞の2番の後半に出てくるのは故郷の景色です1番2番ともに歌詞の後半には両親への思いが歌われていますそれでは 皆さん、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好、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请同学们多多复习今天所学习到的内容呃就是动作目的的に的用法还有邀约的ませんが的用法那么请同学们多多的来练习。那么今天谢谢邱老师跟我们一起学习。好、那我们下次再见。じゃあ、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